我已经拉了从不玩游戏的女生入坑了，真的假的？有没有 IG？ 问题，我先问个，为什么你身边可以拉到四个不玩游戏的女生？有没有这么香？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你身边还有几个不玩游戏的女生？来，我们先舒服一下。哎、欸，他绕一圈，而且你有远程控，哎、欸，对，你有福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 check 检查一下，问一下，说不定人家在那个人家在胡乱嘛，对不对？想要让大家羡慕，我帮大家做个确认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突然觉得钢猫当头像看起来好可爱，你是不是想？哎、欸，你明明应该用变形怪才对。我场上一只蓬巴，一只球棒，一只扣地，两个骰子，一只钢猫，一只南斯洛特，比不过。你说普通吗？两福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是 check 一下，你知道网络上有些人都会那个什么武装自己，让自己变得很像有点疯狂，哎、欸，很像有点那个过度那个浮夸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要稍微的检查一下，到底确不确是真实，不然那个看久的那个会讯息焦虑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对，有些东西吼，不要看太多，多了就会觉得啊，自己好像什么都比不过这样子。可以玩青蛙派对吗？好啊，那就全青蛙啊，来啊！来哦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青蛙的话，我再复习一次。青蛙是要什么嘞？是要狼树炸弹。哇，你的青蛙派对长什么样子？青蛙派对是什么东西？刚刚那场有拿到钥匙，我吗？还是你？所以你有拿到钥匙，但是我没有。这个东西是单人的，有机会的问题。刚跟聊天室打变形怪，吃了1000只。有神话升级资源表吗？欸，没有资源表，但是有文字给你看一下。文字，你，所以你有拿到，但是我没有。欸，那哦，那我懂了，感谢告知。所以神话钥匙，欸，钥匙这种东西就是运气，是10000只。一只加十的话是20万欸，一只加20的话是200000欸，那它多大只啊？可以玩小骰人派对吗？如果我的命够的话，就跟你玩。我有那个命，哎。打一般招了4只蓝丝，也、欸、要记得升级啊。欸、有蓝有树，但是没有那个。抽到金库了，游戏开局了。全青蛙80有机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来试试看哦、喔。全青蛙，还是要大王小彩兵，还是你就这样子？我剩下都招青蛙。我接下来要斧头，我就把速度给他盯上去，速度盯上去，他应该就可以很痛。谢谢商店召唤券抽到10倍神话了，刚刚快2000抽，4只神话全飞走，4只中我就1210，对，1210超香。来哦，今天我们这一局来个青蛙派对，对面现在有一只小骰人，基本上是稳的，嚯，妈的超痛。我现在是有一只狼，危险。一般5299有数。求爸爸带，有没有人？没有。叼着鱼的大佬，对不起，没技能，没看清楚。没事没事，谁没这样子过呢？对不对？都是过来人。普2倍3898，一般球带6189。现在神话好像在偷偷跑进你的背包啊？什么意思？偷偷跑进我的背包？哎、欸，这个时候紫色随便招哎、欸。我刚刚招的钥匙紫色不出现，你看我现在场上有几只紫色？他妈的嘞，太扯了！他是不是有调降几率？平板打后面烧起来吗？我把壳拆掉，我每次玩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拆掉一下。刚刚10倍全部飞走，如果只打一般奖券算的话，不会，还好，哎、欸，还好。现在是27回合，对面已经有2只小骰人了。啊、不然你就玩小骰人，我就玩全青蛙好了啦。欸，我现在场上没意外的话，应该也可以叫出一只青蛙而已，只有一只青蛙。神话开局推荐谁先升六？来，这个游戏这个影片你可以瞄一下，感谢你的点入，我会非常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点击，莫名其妙就多了新神话。欸，先给我狼，好 ，OK。我现在场上有2只青蛙。你现在这里的话是 1.13， 好啦，我们就青蛙派对哦，加速加到底哦，吹一轮哦。现在多少？31回合，我先来一只，有了，青蛙，来，然后再一只炸弹，有没有树木？
输输。猫啊，猫可以炸水。我想要再一只，有了青蛙，有。刚一场普通召唤不出来，不是出金就是出紫，结果真的要打的时候呢，完全不给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的攻速是 2.26， 能不能够再快一点呢？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吧，我就把它卖掉。好，好，可以升级。身子有上限吗？有，现在身子有上限了。紫色流派已经有点硬了，有了。然后我们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等一下，两个，搞笑。哎，有了，要造起来了，要造起来了，炸药。老虎欸，加个攻速。哦，你已经三只欸，我的天哪，太扯了吧。炸药。有了，青蛙。再一只。三只青蛙。对啊，为什么你的青蛙可以这么多？我们的攻速三点多秒，一秒是五下。对面四只。你这他妈什么几率啊？你跟我说，你这几率会不会太鬼？欸，没有，那就再多一些钱吧，再抖一点。要是这是困难，我早就都结束了。你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候不出现？你这个时候出现有什么用？你跟我说，这个时候出现有什么用？对啊。这个时候，我要炸药，我要炸药，五十回合，欸，再一只老虎，有没有狼？啊，有，然后我要是炸药，这个卖掉，我不肯，太扯了啦！我这边四只青蛙，我配合你就好了。我配合你就好了，我这四只青蛙都没在动。来，斧头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炸药，炸，炸，水，炸药，有青蛙，第五只，现在五十六回合。再给我一个炸药，这是水，就是那个，有了，再一只青蛙，好，我们现在攻速到多少？ 3.26 2.42 我后面根本就用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有斧头，这个卖掉，来，再一次哦，对面都是王子，我都不进化啊，就给他进化就好了，我进化干嘛？你这太扯了啦！有没有再一个那个？再一只青蛙，再一个炸药桶就可以了。我靠，这伤害怎么突然爆过去了？炸药，青蛙，有了有了有。然后再一只狼，我现在有43呢，升一下，现在63回合。同学，你青蛙几等啊？你青蛙哪里买的？哪一家水族馆？来加水族馆，你的青蛙怎么那么会变身？有够亮，这什么画面？你这什么画面？爱念是不是？太夸张，你操！哎，感谢一支片，哎，我这个速度，他这次。我们这个老虎已经抖到一个烂掉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原来这就是不够菜。啊，我这边还能怎么做？我感觉我什么都不能做嘞。啊，这个可以卖掉了。
我应该还可以再叫啦，我应该可以再叫，我应该可以再叫，有树木，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我慢一点，我慢一点，我看有没有机会再叫出那个，再叫出那个谁，斧头斧头，不要你不要你，斧头斧头，其实他也可以啦，他也可以捕魔，但是不重要，斧头呢？斧头嘞？没有。哎，给我来一个球棒干嘛？他叫出谁啊？但我看不到了。啊，这三者也可以卖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再一只青蛙，队伍满，猎人卖掉。青蛙，还能吗？74回合。我现在场上几只？一二三四。现在74了。这个卖掉，卖掉，卖掉，卖掉。好想要慢下来哦。好想要慢下来哦！炸药，遇到外挂破了关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拒绝，一样用我那个，我等一下传给你，我等一下，76回合，好像叫不出来了，对面还在叫，对面还在叫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们要开奖哦，要开奖哦，开奖哦，你又进化出一只了，你场上到底几只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同学，你这太夸张了，你场上。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是在一般？而且老实说啊，好像没有很强83回合，来哦，开爆哦，开奖哦，开奖哦，准备哦，准备开奖哦，我这边强化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中2。好像蛮正常的啊，你对面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，你的对面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不是在困难？你为什么不是在困难出现？你出现在普通干什么？你的普通有需要你这个样子吗？你普通就轻轻松松就好了，你搞到这副德性，来场上7只青蛙欸。我9只只有失败了7只欸，这个困难我觉得都过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刚刚场上几只啊？9只吧，反正很多只小骰人，我到时候要拍9只。很像很多纯洁巨人跑出来。即刻在吼了，即刻在吼了。6900，我有钱吗？我再存一下，这个再6000哦，我再打一下吧，让我水一下。